什么样的人桃花旺啊，不缺男人的追求啊，看呀、啊、范冰冰，范什么冰，他的八字辛酉丁酉丁，嗯，怎么走五毛有不桃花吗？自作三个桃花，桃花是什么？它这是一个从财的格局，知道吧？是从格，人丁火为星光之火，人也温柔，它又为福助之火，福灯火嘛，丁火，还好信信点福啊，信点道啊的，要不然怎么给那个所谓的？是王林还是什么？还磕头像吗？这就是财帛禄，说明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父亲，人父亲来做桃花呀。那他假如说要是这个要是个吉女呢？那就四个桃花了。这三个桃花在这里又旺盛。要是四个桃花呢，要四花归一。一般有桃花的人口才也好，也漂亮。这范冰冰长得就相当漂亮。行，今天给大家就讲点基本常识，希望有互动。